空军通讯部队移走，但是这地受伤是国防部的。迄阵我会记你是首范地馆长，讲因为咱的议会想要集中啊，想要搬啊，想要加倍好好啊规划，有很多的计划。然后呢，我希望我跟国防部努力哈、来争取。这样努力了很久，大家怎样哈？郭宏波哈，一向哈都非常的捍卫他的土地了哈。一直到阿扁总统的最后一年的最后几个月，我忘记是一个月还是两个月，真的是最后的最后，动到总统府才终于让国防部点头。那是2008，这样过了十年，从迁出到给我们土地十年。我真的没有想到，偷到土地了后，甲党纲又过十档，又刚好十年。所以今天早上我还在立法院质询，我一定要回来见证这个时刻。嘛，感谢大家吼，安尼一档过一档，甲我支持啦。